老师好。我爸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等等，这个大衣是我爸的。对，刚才冯导吩咐我拿去洗。给我吧，我来帮他洗。那好吧，谢谢小姐。帮我做一下 DNA 测试，这个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这个明天就可以。这么快啊？谢谢。把那本新来的文艺生活拿给我。还没到呢。什么东西掉了？文件。你搞什么鬼呀你？张医生，你好。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两者的匹配度是88%。很低是吗？这个已经算是很高的匹配度了，这种匹配度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亲缘关系。不是还有12%吗？这个是区域误差，人的细胞很复杂，环境也许会引起染色体变异，所以这12%也许不算是亲缘误差。也许，那也有可能是亲缘误差啊。理论上是有，但基本上没有。谢谢。你现在相信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现在是我老板，我有责任知道你的行踪，保护你的安全。老板。你应该叫我妹妹，你是我哥哥。青阳的企划案出来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现在就给我摆出哥哥的派头了。你还是以前的那个冯路飞吗？你总要面对现实。现实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。虽然我们俩有同样的基因，但是我告诉你。你永远都无法融入我们家族，因为你不是在这长大的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我什么也不会去争。这件事情我不会告诉冯秀鹏。你告诉他会怎么样？他会因为这88%热泪盈眶的欢迎你回家吗？你太不了解他了。你们也不了解我。我从来都没想过要进你们冯家的门，一直以来都是你们自作多情。